得很好哦，过去啊吼是安打。那现在申浩伟呢打出了一支强劲的平飞安打，这也是富邦这场比赛所出现的第四支安打。哦，这一球是投在外角好球带的边缘哦，申浩伟打得很好。近期比较好的状态都是打中间或者是中间偏右的平飞球。嗯，这球打得很好，那继续的往三垒去。嗯，外野手拿球呢就基本没有机会了，因为是满球数的安打。那现在是一三垒有跑者，这个速球在比较高的进垒点，嗯，哇，打得扎实哦。我申浩伟提前起跑，所以很轻松可以来到三垒，练自己最有优势的那一面。好 ，Lucky 变成本垒 ，Safe！ 哇，哦吼，前卫跑者是申浩伟。利用这个刮地瓜的爆头球，富邦拿下了第一分。那打击区上，王以诚呢也获得了四坏球保送。哇，申浩伟的判断很好。嗯，因为这个球弹的位置，申浩伟那个位置来判断比较难。嗯，那是一条线上。对。哇，靠着自己的判断。跟他拼，制造了得分机会。也许最后那一点点的差距哦，就是捕手身上的装备比较沉重。好，那外野手呢，跑起来就是比较轻盈，比较轻快，终于有装。